回去，把孩子给我，给我，给他。干什么呀？你们俩，你们俩都逼我是不是？当孩子面就这么吵啊？小二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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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好了，不哭不哭。李艳梅，你现在怀着孕呢，我不想跟你吵啊。小燕儿她姓铁，她是我姑娘，来我们家住几天，怎么了？怎么就不行？我说不行了吗？是她要领走的。还有钟二，我想跟你说说，为啥我爸把小燕领回来？不就是因为你爸的做派吗？如果你爸的做派不改，那小燕怎么办？说不定回你们家还得折腾出更大的事儿，到时候咱们俩傻眼都来不及。可我没觉得你们家环境比我们家强多少。不怎么好你就领走。你放心，我现在就走。小燕，跟妈妈回家。走。小燕。走。窗花。走，小燕。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？走。啊。去哪儿啊？造孽呀。铁小燕是你闺女，她姓铁，你跟他们吵什么？妈，谁吵了？你都看着了，那他把田长花领到家来欺负我，我就说两句还不行啊？人家窗花是来看小丫的，咋就欺负你了呢？看啥小丫啊？妈，看小丫那是幌子，我看他是勾引大壮是真的。哎，你都跟大壮都离婚了，你老往这跑什么呀？小丫留着，你赶紧走。李艳梅，你给我闭嘴。当着孩子的面别把话说那么难听，你也是个当妈的人了，为你肚子里的孩子积点苦德吧。哎呀妈，你看看他上咱们家来教育我来了。你谁呀？啊，你一个外人跑我们家来教育我来了？你赶紧给我走。这就是姓铁。来来，像爷爷的。你们吵什么？当着孩子的面儿，啊，有你们这么做家长的吗？李艳梅，你又闹什么？爷爷，那个坏女人的欺负我爸爸和妈妈。不怕，不怕，爷爷在这儿。走，小丫，上爷爷那屋。哎呀妈呀，你说这么一折腾还真挺累的。呀呀呀，大壮啊，好像你儿子踢我了，是不是提醒我该睡一觉了？你瞅瞅，要不叫别人耽误我，这会儿胎教都做完了。哎呀妈呀，啊不行，哎呀我俩迷糊呢吗？哎呀，那我得先睡会儿。哎呀哎呀呀，不行了，妈妈妈，我先进去啊。啊美儿，那个啊，慢走慢走啊。哎哎哎，钟儿，对不起啊。是为了小丫好，你说你们这事儿就自己商量呗，找咱们来干啥呀？都闭嘴吧，是还堵不住你们嘴呀、啊？要是能谈明白的话，还麻烦你们来干啥嘞？还费这劲呢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一会儿啊老铁头就来，你们都得站稳立场啊。小丫永远是我们老田家的，他铁正义只有无条件的把孩子给还回来。一会儿你们就这么说啊。啊，行行行行行，你放心。老白说今天管饭不？管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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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干啥呢你？来来来，铁大哥坐这儿坐这儿。哎，小江，你和我坐一块儿。好，我去给你拿椅子去。干啥？坐。祸都是他引起来的，暂停吧。坐下。行了吧？说啥呢你？你别说话。坐呀，那啥，那个都到齐了，咱们现在开会。我那个先说两句，这段时间呢，田川花同志呢，就是咱们田主任，带领大伙一心呢搞这个小镇建设，奔小康，那真是撸起袖子使劲干。哎，哎呀，爸，你跑题了。别老打岔，跑啥题儿？我这叫铺垫，你不铺垫好了，正题能出来吗？哎呀妈呀，老田呐，你能不能不铺垫了？你这铺垫太长了，都二里地了，你啥玩意儿？这是都严肃点，开会呢啊！行了吧，赶紧说正事儿吧。嗯，我刚才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说呀，咱们现在田主任呢，工作那么忙，咱们得帮助他、支持他，是不是？不能总给他添乱呢。在这关键的时刻啊，你说你们老铁的把他姑娘小丫给抢走了，你说他能不分心吗？这一分心就会直接影响到工作呀，是不是？再往小了说，这叫啥？这叫拖村领导的后腿啊，影响村里的工作。再往大了说，哎，那就是严重破坏了石喇子新农村的建设啊，损坏村民的利益，是不是？嚯！这大帽子扣的，你还不如说我是破坏分子，直接报警把我抓起来得了。你别嘚瑟，抓不抓你那得看你表现。我这个人呢，从来都是与人为善。你现在赶紧抓紧时间把孩子给送回来，然后向田主任赔礼道歉，我们可以对你宽大处理，既往不咎。哎，你呀，说了半天。一句有用的都没有。这，你今天叫我和大壮干什么来了？不就是为了商量给小丫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吗？你扯那些大道理，你在这唬谁呢？铁叔，你别介意啊，我爸说话容易跑题儿，其实他就是那个意思。对，铁叔，你这铺垫的差不多了。赶紧说正事儿吧！对对对，你赶紧说正事儿。你说上回吧，这小丫离家出走，那就是你那瞎吵吵给气走的。你赶紧说了，就你这操蛋脾气，那对孩子影响得多大呀？哎呀，其实呢，我也有毛病。上次就是因为我和老田吵架，我连早饭都没给小丫做。干啥呀？这是啊？这会刚开个头，咋都冲我来了呢？啊？还有没有点立场了？爸，你管谁叫爸？你看你说半天了，我说一句啊，你把大家伙都给召集过来了，那不就是开会讨论小丫的事吗？这还没说啥呢，你这一开板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们家头上了。再说，小丫不是从你们家走丢的吗？铁大壮，你给我闭嘴！那小丫今天落到今天这地步，那不就是你跟窗花离婚的结果吗？你跟那地方你就罪魁祸首，你还跟那嘚瑟啥呀？好好反省得了。对，错是因为我而起的，我是在好好反省的。那今天也不是说我的事儿，咱不是说小丫的事儿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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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说了。大壮错了就是错了，我从来不袒护。大人离婚，孩子遭罪啊，单亲家庭本身就给孩子有影响。如果咱们做长辈的，再不注意自己的言行，那对孩子的伤害就更大了。老田，我根本就没想过让小丫留在铁家。可就你现在这样子，如果素质不提高，我能放心把小丫交给你吗？老铁秃子，你骂人不带脏字儿是不是？我素质怎么了？你给我说清楚。我田有良，一不偷，二不抢，有毒的不沾。违法的不做，村里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人说我不是，我还影响小丫了。要影响，首先得影响我姑娘儿子吧，就说我大闺女窗花吧。
他这村委会主任那是大伙一票一票选出来的，优秀不优秀啊？我儿子田地头是前任村主任，在这个村岗位上那整整干了5年，优秀不优秀？我二闺女窗棂那是抓住了时代的脉搏，下海经商，走南闯北，那是吃过见过的，优秀不优秀？行了吧，你就别说我了。你听我说完，要说他们先天的优秀，那也是继承了我田有良的遗传基因；他们后天的优秀，那也是经过我的教育和培养。我素质不行，你素质好，你咋培养一个臭不要脸的陈世美啊？再往找小三，你说说你是怎么影响的？你说说。爸，你说这些干啥呀？咱说小丫的事儿啊。是啊，爸，今天是解决问题，你别接着上爸了。不，老田呐，我说两句啊。你说咱这乡里乡亲的住着，以前又是儿女亲家，刚才说那话有点太伤人了。人老铁大哥不说了吗？人家没要留下小丫，这咋还不依不饶的呢？哎，就小丫这件事情上啊，你身上就是有责任，那改了不就完了吗？你闺女儿子好，那代表你素质就高啊。那选村主任咋都选他们，没人选你呢？哎，老田头让他参加选举啊，那只能得一票。哎，那你咋知道他能得一票呢？嗯，除了他自己谁能这样的？啥玩意儿？你想的？干啥玩意儿？干啥？砸的谁呀？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会说话在这坐一会儿，不会说人话，马上给我滚犊子！哎，瞅这熊样，说贱就贱，你猴啊，那不开玩笑吗？你看你这低头白脸的样，老铁叔说你没素质，说错了吗？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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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犊子，大家静静，我说两句。老田说的话虽然难听，但是话糙理不糙啊！要拿窗花和大壮比，我真的比不过你啊！大壮不争气，我这个做爹的也有责任。可我们今天说的是小丫的事儿啊，为了孩子能够健康成长，检讨一下咱们自身的毛病，也是应该的嘛。谁检讨啊？我检讨？我向你检讨啊？我告诉你，赶紧把孩子给我送回来，要不然我跟你没完。哎呀，爸，你听铁叔把话说完。你说吧，你说说。我不是让你向我检讨，你到现在都没想明白啊。咱们整天和孩子生活在一起，说话做事，那得有多大的影响啊？不光是你啊，咱们做老人的都得注意。咱们老了，为了孩子改掉咱们身上的那点毛病，就那么难吗？你少给我拿鸡毛当令箭啊！我怎么影响孩子了？小丫跟我长这么大不挺好吗？现在小孩耍点小脾气有什么呀？啊，你没完没了，要干啥？哎呀，行了，老铁，就你的臭脾气哈，我都不是说你，你前两天跑上老铁姐家又吵又闹的，你知道别人说你啥不？说你拿不是当理说，混不讲理，你还寻思啥呢你啊？还有呢，那我家狗蛋都跟我说了。那学校里的同学都拿这事笑话小丫，把小丫都整哭好几次了。老田头，你说你这样，人小丫能愿意跟你回家吗？你这……哎呀，爸，人家说的对的，咱也得接受，咱自己错了也得改呀。改什么改呀？啥事不都有因果吗？是他抢孩子在前，我去要孩子在后，我骂他怎么了？啥都不给我孩子了？起来。哎呀，你说有事说事，赖赖唧唧干啥呀？这是你给我闭嘴！铁叔，我想说说我的意见。你说。其实，小丫在他爸那儿多住几天，这也没啥。只不过，铁大壮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这不是还有安梅吗？我怕小丫在那儿给他们添麻烦，所以。我还是想把孩子接走。窗花啊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我也有一个想法，想征求一下你和大壮的意见。您说。我想让小丫离开石拉子村，换个环境，也许有利于她成长。不行吧？去哪儿啊？不是爸，这离开石拉子村去哪儿啊？辽阳他姑奶奶
联系了一所条件不错的寄宿学校，可以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，这样对小丫、对你和大壮都有好处。我不同意啊。为啥？爸，小丫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家，那么点小孩那个送出去，我怕小丫上火，我不忍心。我也不舍得。老铁头，你别扯犊子啊！农村孩子散养惯了，再说我家那么多亲戚，我到现在我还没认全呢，去什么姑奶奶家？我不同意。窗花啊，我这些也都是为你们考虑的。大壮现在有恩梅，你呢，没准将来也要走一步啊。小丫现在十岁了，什么都懂了，如果她不接受，钻起牛角尖来，那对谁都不好啊。铁叔，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，可是这事儿我得表个态，我坚决不同意。打离婚开始，我什么都没要，我就要了小雅，所以我必须对孩子负责到底。不管将来怎么样，没有人能让我放弃对孩子的责任，希望你能理解。哎呀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。老铁大哥，你这为了晚辈过得好，真是够操心的。老田呐，你跟人家老铁大哥学学，干点正事儿，别一天到晚老在那瞎吵吵。就是，干什么玩意儿你们？我马寡妇，你哪伙的？这是。哎呀，行了吧，你别逮谁跟谁来劲儿。你咋叛变了呢？行了行了，窗花啊，小丫到底是你和大壮的孩子。最后呢，他的安排还得由你们来定。可就现在你爹这状态，让小丫回去，我真是不放心呐。你不放心，我还不放心呢。我告诉你，赶紧把孩子给我送回来，要不然我跟你没完。窗花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老田现在火气太大，我看也谈不出什么来了。我和大壮就先回去了。哎，走啊，铁叔！你站着干啥呀？不是，爸妈，我这两天就把小丫给你们送回来啊。不是，马尔清，你们给我分析分析，你说这什么事儿？这是你说。就你这臭脾气哈，我都不愿意说你，这一生气吧，这说话就跑偏。你别动，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你耍小聪明。哎呀，小雅，不该让他们来好。哎呀，不行，你我快扶他进去躺会儿吧。窗帘，扶他爸进屋躺会儿。小心点，爸啊！迷糊。哎呀，这家哪有一天消停的？我告诉你，这几天你天天给我在家待着。小丫，我死活都不能给田有良送过去。你看看田有良那个没素质的样子。哎，行了，爸，消消气儿啊。嗯，除非我死，我不死，小丫就不能去田家。你说的什么话呀？动不动就死不死？从现在开始，我接送小丫。爸，你别老把死挂在嘴边上。小丫送市里学习不是件坏事儿，受受教育多好啊！滚犊子吧！什么受受教育？
小丫是你姐命根子，从小离开他妈以后还能亲吗？再说这老铁铁有什么权利安排小丫生活？要安排的也是咱家安排，是吧？不行，这事我必须掰回来。掰，爸，你说说咋掰？咋掰？明天我就上学校门口等小丫去，他铁铮一能领走，我就能给领回来。小丫又不跟你回来呢？我是他姥爷，还不跟我回来？您不也去过学校吗？小丫还是跟他爷爷走了。走，主要是让铁铮一这老家伙给教坏了。不管咋说，你孩子是人老铁家的根儿，我算是白疼他了。哎呀，爸，我知道您疼小丫，你也疼我，就因为我跟铁大壮离婚的事儿，你耿耿于怀。但是，咱也得顾及孩子的感受啊，毕竟他还小，大人的事儿他也弄不明白，咱不能因为咱们自个儿吵架伤害的孩子呀。大壮他爹把孩子领走，也就是因为这个。哎呀，你可别听那老铁头在那叭叭啊！他那是看我接他老底儿生气了，拿孩子来报复我。人家没你想那么狭隘，咱们凡事啊得将心比心。如果人老铁家堵咱们家门口破口大骂，骂大街似的，您怎么想？您什么心情啊？是啊，爸，不是我说您。那天你在老铁家又打又砸的，乡亲们没有一个说你占理的。你再说今天开会吧，您说那些话也太难听了，我都听不下去了。老东西，你就是个不着调的人，这家早晚让你给毁了。爸，要我说啊，那天是有点过分，也不怪马寡妇不向着咱们。后来我一合计啊，我都觉得没脸。行了。都要干啥呀？集体起义造反呢？行，你们拿机枪把我突突得了啊！我给你们丢脸了，又没面子了。行，我离你们远点啊！不给你们丢脸了啊！我离你们远点啊！我回避，我离你们远点。哎哎，爸，你去哪儿啊？离家出走！老东西还离家出走？走吧，有本事走也别回来。哎妈，你看多冷的天，我爸就穿那么一件衣服。我去给爸送外套。你穿会儿。哎呀，你看今天这事儿，也都怪我。哎呀，妈这心里头也挺不好受的。你爸，那就是倔驴一个，脾气急，啊，还死要面子，办啥事儿啊，从来不计较后果。你也都了解他，这刚才大伙一说，他也是觉着没面子了。但是你爸也是好心，他心疼你和小丫，怕万一小丫不回来，你不得着急上火吗？哎呀，这个事儿也是咱一会儿劝劝他，咱得把这个处理好，不然的话，咱和老铁家这个关系就得闹僵，外人不当看笑话，最难受的、最受伤害的那也是小丫，这也是咱两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。一会儿见着你爸呀，你好好劝劝他，让他给老铁家道个歉、认个错、服个软不就得了吗？毕竟小丫还小，经不起两家再这么折腾下去了。啊，我知道了妈。我这就去。行，那你快点去，回来吃饭啊。嗯。回家吧。我跟你说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好那你带着，我就这样了。
以后谁也别给谁添麻烦了。您说的什么话呀？什么叫你是你，我是我？你是我爹，我是你闺女，怎么说咱都是一家人？拉倒吧，我这人脾气暴，还没素质，给你丢人了啊！现在全家对我都有意见，就连小丫都认为我是坏人。我现在就是猪八戒照镜子，哎，里外不是人。爸，我就这么一说，我就说了那么几句，你就往心里去了。哎呀，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，都是想帮我。其实我心里也没真怨您，您就别生气了，走，回家吧。回啥家呀？我不回，回去看你妈脸子呀！啊，听那个窗棂说闲话，还不如在这儿待着。哎呀，在这儿待着算怎么回事啊？也解决不了问题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爸，我有事儿，想让你帮我。我能帮你啥忙？帮不了。你陪我去趟老铁家，把小丫接回来。啊？让我去老铁家？我告诉你啊，从现在开始，小丫我再也不管了，啊！不是，再说这个陈世美都把你害得多惨了啊，你还去给人认罪去？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？啊！要去你去，我丢不起那人。哎呀，爸，你跟铁家干嘛整得跟仇人似的？不管怎么说，大壮是小丫的亲爸。铁正义是小丫的亲爷爷，他们跟您一样，对小丫是没有恶意的。是，他们对小丫没恶意，那对你呢？那大壮怎么对你的？我发现你现在吧，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！啊，你忘了在屋里嚎嚎大哭的时候了？咱不是说小丫的事儿吗？你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？不管怎么样，这日子还得往下过吧。为了小丫，我什么都能忍。爸，你就不能帮帮我吗？别说，这事我帮不了你。只要一提老铁家，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你就说这陈世美吧，腊月23领着个小妖精登上门来逼你离婚呢。啊，还有那个老铁太太，没想到第一个点头同意。哎，你是一把屎一把尿伺候他10年呢，还有点感情没有？啊，还有那个老铁头子，我原以为他能出来打个抱不平，没想到他不光护犊子，还把小燕给抢跑。你说老铁家哪有一个好人？你现在让我去给他们赔礼道歉、去认罪啊？咋想的？爸，我就问您一句，您希望小丫好吗？废话，孩子是我跟你妈养大的，你说呢？爸，就算是为了小丫，您就委屈一下，去给人赔个不是，行不？我不去，我跟老铁就不放话。哎呀，爸，你想啊，小丫现在在那边，他爸他爷爷肯定是不会亏待他，可是还有李安梅呢。李安梅能不能接受孩子，他会不会让小丫受委屈，反正我心里是挺不放心的。哎呦，爸，你就舍把脸去一趟吧。嗯，说啥都没有用，我不去。Thank you.
家认证已经通过了，咱的化学厂完全具备上马条件，这可是好项目，咱这就可以启动了。安奎，你那天回家跟宗家聊了吗？我们俩一张口就满嘴火药味儿。那你妈呢？她是什么态度？当年我妈为了我的事儿去过你们家，被你爸给撵出来了。到现在她这心里也过不了这道坎儿，所以我也得需要点时间。我这边也一样。小丫出了那事儿以后啊，我好好想过。我知道这孩子，他是害怕咱们俩走到一起，怕失去爸爸，所以我好好反思了一下。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真的不能忽略孩子的感受，所以我打算给孩子一点时间，包括你儿子。春儿，你的意思是？我们的事儿能不能再？希望你能理解我。我理解。小丫，那写半天了啊，是不是累了？歇会儿啊。小丫这字儿写的这么好啊，比你爸写的都好。哎，阿姨看看。那个，阿姨呀，特意给你买的苹果，你呀。哎，先别写了，歇会儿啊！这苹果又甜又脆，咔咔来。我妈妈给我的苹果都是没有皮的，切好了放盘子里。啊？哦。那个，别跟你妈学，你妈她没文化。行，那阿姨，给你修皮去啊。哎，你赶紧的，别磨叽了。咱说好的，注意态度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走吧。哎呀，走啊！哎呀，快点吧。快点儿，都到这儿了，快走啊！哎，春花，田叔，你的簪子给我吧。爸，春花和田叔来了。爸，
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可不，爸，你看，田叔还抱了个咸菜坛子。田叔，你就抱回去吧。行了，我田小莲不欠这个情，拿着。快点，老田，进屋坐，尝尝我妹妹捎来的好茶叶。请进，请进。老田，来来来来来。老田啊，好些日子咱俩老哥俩一见面就吵，难得今天你能和我坐在一起喝杯茶，我很高兴。我今天来不是来喝茶的，我主要是可怜我闺女，为了小丫窗花没少流泪。哎，行，不说这些了，都是我上辈子欠儿女的，这辈子我得还。爸，说点有用的。老田，你今天能有这样的态度来，我很高兴。但是，小丫的事儿，毕竟是大事。我不能因为你的态度一时改变，我就妥协了。你我都是60岁的人了，有的性格脾气啊，根深蒂固，没办法改变。所以，小丫到你们家，我相信呢，你也会改改你们吵架的毛病。我也相信你还能改改你的脾气，但是我更相信你最多能改一个月就得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是狗改不了吃屎呗？这可是你说的。行了，我听明白了，就是不想给孩子呗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老秃驴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孩子，我把你家砸了，你信不？你怎么这么说话？哎呀，爸，你别忘了你答应过什么。不是，闺女，你让我道歉，我道歉了，我道完歉，他还是不给人呢，这事由不得你们，都出去。我今天给这老秃驴好好活动活动筋骨，我今天给他来道歉。田小玲，爸，妈，你敢动手，我就跟你拼命，你冲我来。那个王八蛋，谁怕你呀？行了，爸，爸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咱们之前不说好了吗？你这么做能解决问题吗？你来这干嘛来了？不说了，窗花，我相信你，但是你爹的这个样子，把小丫给他，我不放心的。小丫呀，不能带走。叔，婶儿，我爸就这脾气，你们也知道。这几天他都是为了我和小丫的事儿，心里着急，所以说话伤到你们，你们别往心里去啊。还有这事儿啊，你说咱们来来回回都折腾多少次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两家的矛盾会越来越深。我看这事儿总得解决了，既然小丫跟了我。我一定会对孩子负责任的，之前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疏忽了，我改，行吗？你们就让小丫跟我回去吧。川花啊，你我们信，可你看你爹这个臭脾气，小丫在你们家我能放心吗？我们老两口商量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说下大天来带走小丫不行。闺女啊，你让爹道歉，爹道歉了。你让爹闭嘴，爹不说话了。你看看这德行。你说吧，你还想让爹咋样？你还想让你爹咋样？
不行，爹给他们跪下。看在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份上，我求你们了。妈，妈，春花都这样了，你就让她把孩子带走吧。爸。Thank you.